感唱腔不免让人沉浸在爵士音乐里，跟着旋律摇摆，吸引民众在周末的午后感受音乐熏陶。从爵士应该是很多人喜欢，所以不管这个男女老幼或这个小孩子，应该都可以来参加，所以我觉得无所谓。不过日前发生一名妈妈带着妥瑞儿去电影院，因为发出声响引起其他民众的不满，只能道歉离场。在观赏表演时，若是遇到特殊状况的孩子，可以这么做。你不要特别的去哇，这个小孩子怎么样，一定要等到他出状况，或是说啊，我故意避开不去看他。我觉得家长带这群孩子出来看电影或是欣赏戏剧，已经要有很大的勇气。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当正常人一般的看待。两厅院的轻松自在场，创造共融欣赏模式，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在的接触表演艺术。大家可以一起，不会因为说他行动不便，或是他有特殊的需求，就是变成我们只能拆散这样子，或是只能部分的人士来。很多人其实真的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坐这么久不离场，比如说有特殊状况，自闭症、妥瑞氏症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久坐。英法族的大哥大姐，他们可能就是需要一阵子之后到厅外去喝口水，或甚至有的人需要吃个药这样子。轻松自在场除了专门的休息室之外，更是为了特殊族群在前台打造这些贴心设计。轻松自在场就是会特别提供这个舒压球，除了舒压球可以抒发紧张情绪，还提供降噪耳机和耳塞，当观众觉得环境声音太大时，可以疏解不适感。妹妹她比较怕大声，对，所以她本来就我们就知道，那我就是备用。其实有可能她到时候音乐很好听，他用不到。对。欣赏艺术不受限，两厅院从各方面着手，针对不同的身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服务，在表演之前做到人人平等。欢迎收听，可以入场哦，谢谢。大安新闻王一婷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